西艾克，哇，他们的冲脸其实还蛮凶的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一波带走特哥啊，我们就可能会直接赢得这场 game。 而且我们是比较偏 poke 的，其实我们的阵容是骗他们进来开会比较好，因为我们有露露，我们只要骗他们进来开就会有机会赢。好帅啊 ！Rock， 放完第一只眼睛，我们会建议你先不要插。好，这个来教学了，教学了，百年难得一见的教学终于开始了。现在再插，第一波小兵完了以后再插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你可以判断是你们有没有办法抢二。如果有办法抢二，就插前面那个草丛；如果没办法抢二，或是兵线太过去。插后面的草丛，像这边，因为我们兵线在这边，我们就插前面的草丛。然后，因为等一下前排三只吃掉的话会三，所以我们就想办法。哎，好像没有想要推兵的意思。我们其实要推一下，推一点兵会比较好。他一直不复攻，这样其实没有很好。我们要凶啊！他不想做，我也不能勉强他，就跟女孩子一样，等一下不想做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勉强。他刚闪现，应该不会死，因为他被套虚弱。不过这波很赚。他们没有视野，这个草丛没有视野，现在就看这个饭有没有意识了。这个草丛绝对没视野，现在就看这个饭会不会有这个意识说，哦，我有可能会被蹲。OK， 对方直接交闪，有没有？这个蹲点就是精锐啊！我一个出手，对方就交一个技能，对面怎么跟我打？好，我们继续蹲。这波蹲不到，因为这波有炮车，他出来的速度会慢，他这个兵线应该会在这个大概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人会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你很难杀得到人。就看这个，我接着下一步就看这个 support 是不是87。好，这个 support 是87。为什么我会说这个 support 是 87？ 因为他刚刚就想来插眼。看起来刚刚杰西这边的话是左边好像是没视野的。就这个区好像是没视野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靠。好，我们现在往上靠啊，这不用讲了。这个死去，这个没大。看要不要进场？好，我们收兵饭。好，饭直接交闪，被迫对方被迫开做大绝，不过赚。好，拉克斯往上靠，拉克斯往上靠。好，直接运到特哥。好，这边直接弹下了塔，稍微往前压一下。好，对面饭被打起来，咻！好，这场各种带风向，基本 GG。啊，特哥的分数，谢谢董内。好，中三，不用管中，不用管中，这两个 poke 脚就可以守住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这样嘟进去。他妈的，打起来了！嗨，他应该有闪，来交死！你他妈的！怎么中路怎么打起来啊？好，去找特哥，干！个揪哎！啊，对方狼魂看到我们了，对，没机会，没差，我们就退下。哎，他也不退，他也不退，不退你就要死了。
记住，就是如果你有武术鞋，你玩雷欧娜，你压别人的时候是先 Q 直接 R， 不要 EQ， 不要远距离 E。啊！我还被九级打，干！九级打他，九级，九级打他，九级，耶、yeah! ！助攻！套炸！套炸！GG。就看这个，我接下来下一步就看这个 support 是不是87。好，这个 support 是87。